都停一下，一会儿把那个五句云南印象咱们再过一遍啊。王教授马上就会过来确定 AB 角了。那个李丽，你就别跟着瞎凑热闹了，走，跟我接待一下。准备好？哎，好的，老师。挺不错的 ，B 角预备就行。哎哎，都听你的。是这样啊，二团有个姑娘已经跟着我们跑了好多场舞剧了，特别优秀。我今天过来呢，就是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 B 角。马潇潇，老师好。那个 ，Hello， 我已经八到这个八拍了，麻烦你也看一下，咱们赶一下进度，好吧？哦，1分54是吧？哎，碧角就是可怜呀，这辈子就是那个婉婉泪清。碧角就是可怜呀，婉婉泪清。你这汗，你快回去休息会儿吧。哦哦，没事，我就是平时汗出的比较多。你回去试试我一直在用的舒肤佳山茶花沐浴露吧。我每次练午后暴汗都是用它洗，就不担心出汗闷一身疙瘩。它加了果酸和比毛孔小的清洁粒子，能做到毛孔级清洁，泡泡特别绵密，洗完整个人都轻盈了，舞步也更轻巧了，而且还有很高级的留香。你快回去休息吧，这样身体吃不消的。谢谢啊。用心去感受每个动作。报告。哎呦呦，真是天助你也呀，我为小碧角儿接着。不是让你回家休息吗？离演出还有一个多月呢。这点小伤没事儿，我在这儿待着心里还能踏实点。辛苦大家，咱们再来一遍。通知一下，明天的演出还是由马潇潇同学担任 A 角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老师。剩下的人按照平常的那个排练，自己站自己。他之前都摔成那样了，你都没能当 A 角啊，太不争气了，都不配做我同学。他这么努力的人都当不了 A 角的话，那谁还能当呢？哎，马潇潇，我觉得你跳得特别好啊。